BBB Super Channel. BBB Super Channel.走过一道门，好像就走过一个台湾的历史的氛围里面。1997年10月8号早上10点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雾峰林家的古厝，在这广达14000平的一个古迹里面，我现在所站的部分，我想跟台湾的历史紧密相结合。这个地方是林献堂先生所住的地方。 我想，熟悉台湾历史的朋友们都应该知道，也许有人用个名词加在林献堂先生的头上，叫做民主运动的先驱者。如果我们撇开整个政治或是名词上面的意义，我觉得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无论如何，林献堂先生在整个台湾的历史里面应该有他必要而且被记忆的一个位置。 我们在想象着，或许在40、50年前，或许在60年前，就在这个天堂里面，或许有很多属于台湾历史的精英人物曾在这个地方进出，曾在这个地方憧憬着台湾的未来，或是回溯台湾的过去。你不相信吗？即便是右边这个现在正在整修的一个厢房，事实上，林家淦先生曾经在这边住过7天。 民国32年2·28事变发生的时候，林家淦先生在林献堂的协助及保护之下，曾经住在这边的厢房的阁楼上面，然后让他的生命可以不遭受威胁。几年之后，林献堂过世了，那时候林家淦先生已经是身为国民党的高官了，但是他做了一件我想让作为一个林献堂朋友都。 将忘记他的身份，然后可能记住一辈子的事情。严家淦先生为了报答林献堂先生曾经对给他的救命之恩，在林献堂出殡当天，他为他披麻戴孝。当人跳开整个政治的氛围来看人跟人之间的一种情谊的时候，在这一点上，我们珍惜的或者敬重的。 是严家淦先生这一部分的真情感，而就在严家淦先生住的房子的隔壁，这一栋也是在整修一个厢房里面。你知道吗？梁启超先生曾经在这边住过，因此当我站在这样一栋房子里面，我说我站在一个历史氛围里面，我想大概应该了解吧。不过我们也知道雾峰林家。 也许历史已经很久了，所以整个建筑都已经面临即将解体的状态。那种感觉就像整个台湾历史在漫长的岁月里面不被珍惜而慢慢被遗忘一样。不过，所幸时代正在改变，此刻林家正在。 重新整建中，或许我们期待5年、10年，甚至更久远的未来，整个林家的大厝会重新展现它的那种美丽的一个面貌。林家古厝的整修，对我们来讲，好像只是一个古迹的整建，但是对许多珍惜或是重视台湾历史的人来看。
我想林家古厝整件几乎同等于整个台湾历史的重新回溯，而且有幸我们正站在台湾的某个历史的角度跟历史的氛围里面。十一年前，二街王公庙因为香客越来越多，庙方决定盖一间大一点的庙，就这样待机忽然间大掉起来了。光是决定旧庙怎么办，新庙怎么盖，盖在哪里，要盖成什么样子，十一年就过了。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最后的决议，旧庙造留，不过要换个地方，新庙造建，就盖在旧庙移走之后的空地上。什么时候完工，保守估计再一个十年跑不掉，反正就是做嘛。台湾念真情，跟大家来博感情。如果讲以下小故事，大概有些人误会了，但是在听的当初自己觉得有一点点伤感。有个朋友讲，当所有报纸都要讨论六合彩对台湾的伤害的时候，他持一种完全相反的看法。他认为六合彩有他的贡献，因为他让很冷漠而且隔离的台湾，在某些陌生的地方，一群人竟然一个共同谈话的主题。这样的感觉，我想我们都有过吧。就是你坐计程车的时候，啊，人家问清楚你在哪边做事的，问你说有没有名牌。啊，我说为什么有名牌？特别是我以前在中影做事的时候，他就说，因为有中央嘛，有中央牌，啊，你在中央电影公司应该有中央牌，那这样就可以开始聊天了啊，谈到为什么去赌，玩六合彩，跟他生活的关系，等等等等。我想在一个群体里面缺乏一种共同的精神信仰或者乐趣或者话题，我想是台湾这几年来我们人跟人之间越来越远的原因吧。现在我想要跟各位讲另外一个故事的，我们要讲是一个发生在宜兰的故事。宜兰或许自己的血液里面有一半是那边，所以对那边有一个非常奇特的情感，而这个故事的发生跟自己更亲密吧，因为姨婆姨丈公都住在那个地方，二姐。那这几年来宜兰变成一个台湾好像在媒体的形容上变成一种最后的乐土。那我想最主要是因为有一群人那样的情感的凝聚力非常强，即便是人已经到了异乡了，但是对整个母土，我说的是宜兰，总要投注更多的关注。我想所以这几年来大家都在想尽一些办法，可不可让在未来的时日里面，宜兰的地区或是宜兰的一群人能够透过一个事件，让所有的宜兰人的心可以更紧密的连接在一起。我想以下的活动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东西。有一群人认为应该在一个村子里面找到一个信仰中心，然后一群人为他做一件事情，希望把所有可能已经慢慢淡的或者怕他淡掉的某些心理因素又重新集合在一起。当然在一个学术的或是说一个社会学上会给他一个非常严肃的名词，叫做社体总体营建营造吧，或是这个。但我个人一直觉得不是，我们不应该玩弄那么严肃，只是我们如何透过一个活动把所有人的心重新聚在一起，而认为这样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是所有人可能在今天开始到未来的一个终极的目标或者一种努力的方向。我想我们期待台湾在未来有更多人做这样的事，不过我们先去看一个模式吧。二阶人他们用自己的力气把一座庙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蹦七蹦七蹦七七七蹦蹦，丢丢单车你连古言皆多，八关天海多，电梦依然多，当双好情水手。1997年秋，我们人在宜兰，或许自己的身上有一半的宜兰人的血，因此看到这样的田园，本能的就眼睛一亮。
我常常想宜兰人某些特殊的性格是不是也因为血液里面残留着某种历史的记忆。历史是这样的，1796年吴沙开澜，几年后热情的移民拜托福州将军赛阿聪奏请清廷设置，没想到热脸却贴到冷屁股。清廷说：“哎，贤言难治，不免啦。”要过了好几年，清廷才勉强地将他纳入版图。或许就因为历史上有这么一段爷爷不疼、奶奶不爱的耻辱吧，宜兰人于是习惯凡事照自己的方式自己来。做给你看，去看白你的债。这会我们人在宜兰，因为这一次宜兰人要做的是大家一起来移庙。就咱就近，尤其咱这个庙是一个社区真创造的一个，算讲一个公共空间。啊，阮希望讲透过这样一个营造的过程哦，透过这样一个古庙这个保存的过程。同样的，在那个社区内底营造一个社区的公共空间，啊，同款营造真多条件、真多活动，啊，和咱社区的老人嘛好、青少年嘛好，会让伫这个空间内底活动互动，啊，大家真欢喜来，啊，真欢喜来来讲，就是讲，因为咱即卖这社会就讲楼顶楼卡，因为人愈来愈冷漠嘛，啊，拢彼此拢无熟悉，啊，阮希望透过这样一个机会，和人来到这个所在、这个空间，啊，产生活动，你也会互动，哎，大家熟悉。哎，熟悉了，那个感情会都较亲切嘛，对啊，所以阮基本上就讲，别看李市长讲得这么轻而易举，我告诉你，光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动工，就足足筹划了11年。11年前，二街王公庙因为香客越来越多，庙方决定盖一间大一点的庙，就这样，代志忽然间大条起来了。光是决定旧庙怎么办，新庙怎么盖。盖在哪里，要盖成什么样子，11年就过了。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最后的结义，旧庙造陵，不过要换个地方，新庙造建，就盖在旧庙移走之后的空地上。什么时候完工，保守估计再一个10年跑不掉，反正就是做嘛。你要搞啊，后面的话分差不多5分啊，今年7月，移庙的师傅进驻王公庙，开始打造10年大业。而原本属于庙口应有的功能以及日常活动，倒也没有因为工程进行而停下来。为这个，为破空，为溃疡，12指肠的溃疡啦，一款急慢性的胃肠炎。咱的胃肠较早捌开过刀，手术过，拢无要紧，拢会使甲食哈。胃肠不是安尼闷闷、悠悠、肚肚疼、冷疼、热疼，会膨风发表，会闹塞，食饭饱安尼一翘身啊。那大香味去啊！其实最需要胃肠药的，大概是这一群赶工的师傅们吧。来自专门培育台湾移屋跟移庙工程人才的摇篮的嘉义林师傅跟他的工作伙伴们，自从开工以来。除了时时刻刻担心工程的安全跟进度以外，光是3不5时还得接受关爱媒体的访问，他说头就大了。讲咱这栋的结果是无同的所在，就是讲无地量，啊无地量哦，阮咧做红外做，爱做细意，爱做特别注意的。所以讲，阮下面签约的时阵哦。咱要求啊，做风台也袂使损失，哦，这是非常的严重一件事，做风台也袂使损失，哦，所以讲这个工课哦，阮我那接啊足辛苦的，啊，尤其阮这师傅，哦，啊，一旁20-30个在遮。从签约的要求来看，宜兰人做事情是钉钉可见一般。想到的是曾经来过我们节目的前宜兰县长陈定南先生，随车携带工具抽查工程的情形。人家真的是当一回事来做，连完工现在的临时别馆都不打马虎眼。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宜兰人对完工的信仰由此可见。二姐的镇安庙因为供奉古宫三王，俗称完工庙。根据传说，大王宫擅长医术，二王宫精于地理风水，而三王宫善于扶摇降魔。200多年来，完工庙
就以其特有的方式隐隐地护卫着南洋人。而就在王公庙临时别馆的正对面，我们看到移庙的师傅们的临时宿舍。这一群逐工程而居的年轻人早已习惯工程做到哪里就住到哪里，而墙上的文学则是年轻人心异动的记录，无非是关于这个年纪应该有的憧憬，关于情爱的无伤大雅的戏谑。画面上看到的其实是经过工作人员先行过滤后才播出的，现场老实讲更为坦率直接，百无禁忌。他们把女朋友随身携带，而且还当着他们的面一本正经地说娶来洗衫的。虽然这一群小伙子嘴上无毛，做起事来倒是不劳人操心，大伙都经验十足，因为他们是来自台湾地层下陷最严重的甲乙，正是所谓久病成良医。这一次他们除了庙的升高工程之外，同时还要负责将占地130坪的主体平移到正前方160公尺的地方，而且还要来个180度的大转弯，听起来真像是大卫魔术。不过这个工程100%是真的。金甲头拍一个放上头，裤头挂一个大疙瘩，这样的大半俨然已成为台湾工程界的标准行头。现场我们只看到林师傅满头大汗的看前看后，忙进忙出，一边还要忙着跟我们解释工程的进行。林师傅说得很清楚，我们听得很迷糊。倒是林师傅的独门绝活同步油压技术，让我们见识到跟以前不同的千斤顶的升高方式。只是面对着这样一座庞然大物，要感觉出它的移动还是有它实际的困难，一切只能靠想象。林师傅说8月的时候连续来了两个台风，延误了工程进度，这几天正在赶工。一天赶多少工呢？答案是2寸。林师傅为了让我们拍得清楚，又特别为我们赶了一次工，从12寸到16寸。今天一整天的工作进度听起来像是蚂蚁撼树。林师傅偷偷告诉我们说，接了这个工程之后已经好一阵子没有回家了。不过他说宜兰人做得这么苦心，不可以让人家漏气，而宜兰人所凭借的也许是这股不可以漏气的荣誉心吧。一天当下自己身上一半的血刹那受不了的虚荣，而且骄傲的忽然间热了起来。天亮了，在优剧场青叶激昂的鼓声下，来自王公庙辖区2个半村子的移庙队伍渐次进入会场，中间当然也夹杂着前来观摩的其他社区代表。在一阵阵嘿咻嘿咻的声音中，庙正一寸一寸的前进。在旁边看着我们忽然间觉得头围二围三格四格
是不是也是这样子一寸一寸开拓出来的？台湾念真情，甲大家来博感情。1997年教师节前夕，我们再度来到宜兰。这几天宜兰人要办喜事了，喜从何来？千人一庙百年情，怎么样？光看这名义格局就够大了吧？而宜庙的地点就在二格埕，二格埕指的是现在的宜兰县五结乡的正安村、二结村以及半个三星村。这200年前的事，为孔阿廖那边来为头城湖州港伫阮厝的头城遐起来，来到这个头城这个所在，拢会围城，拢围城。可比讲上古早就是讲用土啦，还是落尾种刺蝶啦，刺蝶伊用顶管有刺，上台上是当然是用土来围，这个号做头围，第一个围起来就头围，第二个围起来就做二围。第三个位置了三位，即卖呢，即内底啊，因为啊，即个增加人数啦，好康斗小报咧，我即卖来报讲某某人，遮袂歹哦，到唐山无较好哦，直播直播人来愈侪，你到遮安家，你去开垦迄地，迄地佫开垦落，伊就变做吉，佮比如有16吉啦，有4吉啦，对无？有2吉啦。有三件啦，就是安尼啦。就这样，随着开垦的过程，五一啦、get 啦，一直开拓下去。即便是到了现在，翻开宜兰地图，处处还可以看到相关的地名。头围是现在的头城，五围则成了现在的宜兰市。其他像是三get、四get、五get的地名，也都还存在着。而二get埕。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跟王公庙，长久以来一直就是焦点的所在。那啦，有时啊吼，顶头做7、8个月做主以上吼，真困难。啊，困难，迄拢是沙堡了了呀，安尼打庙，大家拢沙堡歹哦，堵住都掉，滴滴打滴滴滴都会沙堡。啊！今物扭起来，今物扭起来，安尼只行一行无，无徛徛落，搭个弄只钱无。啊，危险哦！哎呀，危险唔是，你疏落。啊，爸，你敢捌坐过渡船？捌啦，我嘛捌担命过平路，做囡仔十外岁啊，咧甲时代啊，时老大人搭，我老爸也搭担，跟甲平较轻诶。哦，以前担100斤，咱甲平是10斤嘛好。20斤嘛好，安个平伊都宽宽个话，遐你也无个平100斤就艰苦遐远，安尼艰苦，艰苦过一点。今年82岁的阿如贝啊，讲的是早年过南洋溪的情形。当时南洋溪也叫做浊水溪，时间大约是70几年前。后来有一段时间，过南洋溪用的是吊桥，随着旧台九线火车南洋线的建立。渡船吊桥也成了记忆，唯一不变的，从西南到西北怎么走，最近的一条路都要经过二结，也就是因为这样，二结的王公庙香火持续不衰。根据我们侧面了解，渡船口、吊桥都设在二结的原因，是因为这里是南洋溪最窄的地方，往前就是海，而往后是宽广的河口。阿如贝说，王公也要选位，一选就是福地。阿如贝还说，王公真灵性，所以他很早就决定当王公的终身义工，一做62年，祈福、盖签诗，什么事情都做，而且一言九鼎。阿五一人，阿五就是一家，你让他做一单有好无？歹无？阿袂好讲，阿一家阿袂好讲，就是好歹做，无好做，还干春江，就是讲你。咱青梅哦，咱要吹点姜，金芒吹芒过来，
退步是你的本事福气，我来陪你度过艰苦，但是真怕真热不能好，好好做。亚夫得梦似难言，瞎眼穿针似更烦。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工作人员谱台湾练真情节目的前途。王公的意思是会有作为啦，但是干枯走，翻成白话就是这个工作真不是人干的。阿如被解得很认真，工作人员听得个个泪连连，叩头如捣蒜，真正是王公了解我的心啊。不过干枯归干枯，看到庙前庙后大伙为了即将来临的喜事欢喜的忙碌着，不知不觉中仍然还是感染了那种欢愉的情绪。这一次王公庙是主角，李建郎将用欢喜的心情为王公打点一场难忘的盛会。既然是庙会，当然就少不了吃吃喝喝。好客的二家人特别设计了一个“你出彩，我出彩，二家乡亲大团圆”的活动。傍晚一到，只见家家户户人手一菜往会场集合。现场的媒体顾不得狮子大动，忙着猎取各种镜头。媒体对宜兰人的钟爱可见一斑。不仅二节人，连邻近的四节人也赶来出差。就连练真情的在前人也不忘这个时候在镜头插一下话。阿吴导演你好，你欠我的书也该寄给我了吧？啊、算命要你的签名啊，谢谢你。这位有点害羞的林鸿仁林老师，就是我们这次拍摄主题的波威啊。林老师，欠你的书已经寄过去了，希望播出的现在你也已经收到了。八月的时候，林老师透过 email 通报制作单位这个活动，我们就来了。没想到在会场竟也碰到了，而且不止碰到了，我们还看到宜家地区老中青三代人，对外景来讲真的是很难得。工作人员说，很少看一个地方办活动可以三代同吃的，而这就是宜兰人。十分火把点燃，象征二节地区这一次七星庙老高景的活动有了一个好的开始，而明天将是另外一个十年的延续。今天晚上宜家人将点燃一盏盏的平安灯，为自己祈福，也为王公守夜，一谢王公镇海安澜，护卫宜兰人，再谢王公博施济众，疼惜宜兰人，三谢王公德印三子，团结宜兰人。天亮了，在优剧场青叶激昂的鼓声下，来自王公庙辖区两个半村子的移庙队伍渐次进入会场，中间当然也夹杂着前来观摩的其他社区代表。
在一阵一阵嘿咻嘿咻的声音中，庙正一寸一寸的前进，在旁边看着我们，忽然间觉得头围、二围、三格、四格，是不是也是这样子一寸一寸开拓出来的？有人觉得我很奇怪，我觉得他们才奇怪。我们现在有很多电影可以看，有小说可以可以读，有文学作品，什么都有。但是就不会觉得说我们没有自己的音乐，不会很奇怪。反正我们有莫扎特，有贝多芬啊，好像生活还过得去。但是不是这样子？就像我们不能说小说我们有《战争与和平》，有什么伟大的作品，我们就不必有自己的作品。台湾念真情，跟大家来博感情。前几天马友友跟林兆亮在台湾有个音乐会，有个小朋友去看了，我说去看是他大概没有钱买那个票，还是买不到吧，他就到外面去看电视去听了。他打电话跟我讲的时候有点激动，他说当他看到马友友跟林兆亮在演奏到一个片段的时候，那种忽然间两个眼神一个交汇，然后在决定那种拍子的感觉，或是说演奏到一半的时候，两个人那种相互一笑不经意的一种感觉，他觉得他很感动，他觉得热泪盈眶，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仿佛看到两个高级人类那种以音乐为底的相知。哎呀，听得我真的是觉得忽然间觉得这句话好像讲给我听的，那种感觉是我们忽然间变成非常低级而卑微了。音乐是我所不懂的，但是我了解他的感觉，就像一个朋友杨德昌讲的，他听到马友友演奏我的 CD 的时候，忽然跟我讲说这像个人。音乐有时候给人家感觉是直穿心灵吧，这样讲好像比较粗俗一点，不过话又讲回来了，也不一定是马友友。我想在台湾很多朋友是因为明明知道这样事情很困难，然后他选择而且做了，而且义无反顾的感觉，那样的美丽，我想即便是不看到他的眼神，而看到他所做的事情，都可以让人家觉得非常感动。台湾就是因为这些人才让人觉得非常珍惜，才觉得他是有希望的。今天到棚里面来的大概一个很年轻的朋友，他听到我刚刚讲那些话大概有点受不了，不过真的是一个老人家的一个来自心里面的话。然后他练的我是整个过程大概音乐的关系不是那么深，但是因为他喜欢他，所以几乎把他的精神全部就放在里面了，而且到现在还做得好像蛮义无反顾的。这位朋友叫杨宗恒先生，你好。部长你好。你好，我们从这样来谈的，我觉得好像蛮严肃的，看到你我就看到做音乐，而且做音乐评论的，听到评论两个字都有点怕这样子。我说看到你，哦，你在清大练和功了，是不是？是。你小时候有学音乐吗？我从小学小提琴跟一点钢琴。那时候日子过得很惨吗？哦，非常的惨。因为我儿子学钢琴的，我看他学小提琴的，学到一半会掉的时候，觉得那太惨了。那个我也赞成他不要了啊。钢琴是小孩子音乐性的杀手之一。不过我后来为此感谢过联考。因为有联考这个借口，所以我可以终于不必再每天去练小提琴。这句话不会讲给我讲儿子听的，他现在国三终于钢琴课给停下来的。是不过我觉得他还蛮不错的，他没事干现在弹流行歌弹得很开心的。是不过我想这个初期的学音乐啊，就像小时候的初级教育一样，不管是你知不知道它的必要性啊，喜不喜欢，有时候还是需要点强迫性。所以当我们长大到青春期或自己开始去追寻知识的时候，小时候受过的信念就可以拿得出来了。那所以你那时候学音乐对不对？那你大学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想到说练的是音乐，而且是选择一个完全不相关的东西？我想喜欢唱歌的人很多，但是没有并不会说很早就说要从小就要去学声乐。因为我想
这个音乐跟很多吃饭呼吸一样，是很自然的东西，是每个人都可以去接触的东西。所以他觉得根本不必要说一定要弄在一起，是这样。对对对，所以我想这个是我生命里面一个必备的东西。嗯啊，但是我一方面我自己对理工也非常的喜欢。所以在那个阶段里面，比如说那你要面临考试的时候，家我想刚刚学音乐都是希望都是家长要你去学的嘛，没有是大概很少小孩子说我自己要去学的啦，通常天才都是被逼出来的哈。啊，一进应该去尝试才发现他是个奇葩这样子。是，那你要考大学的时候，家长没有说希望你去考音乐，而是只是希望就是你还是遵从你自己的选择。不，在台湾社会来说，基本上有一个成见哈，就是说男孩子还是要学理工啊，学医学法商。对，所以你现在觉不觉得自己承担了蛮多种责任啊？小时候要学音乐，然后到最后还要学理工这样子。当然，其实。我家里是比较传统的，因为我家是屏东客家人嘛，比较传统，所以在升学的过程中是有一些这样的压力，所以后来对音乐越来越有兴趣，是在大学比较自由的环境的时候，开始去思考，就觉得说，在这个音乐这个领域，我发现一些很必要的事情，必须自己去做。比如说你这发觉是哪样？比如说我想我们这样子接触音乐的过程跟一般从小学音乐的人最大的不同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在空气里他不觉得空气很重要他要换一个环境才会觉得所以从小就要学音乐的人他可能觉得音乐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不是科班学音乐的我发现有很多这样的特质就是他们会把在别的地方学来的这个知识混合在一起做一个融会贯通的去从另外一个领域来看音乐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一个在音乐圈里面的人本身看不到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是不是后来你跟你写音乐评论或是办音乐杂志这件事情是有关的绝对肯定是有关的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基本上对我们台湾乐界尤其是严肃乐界他们这个领域缺乏什么或者说应该朝哪方面去改有一个观察而且大致上有一个做法那么一直到现在工作十几年下来基本上还是这个大学三四年级做的计划都没有去偏离那你认为那个年代看到比如说严肃音乐的台湾严肃音乐里面出现的时候缺乏的东西现在有好一点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大家应该感同身受比如说舞蹈您知道台湾有什么乐曲吗不晓得吗对这个问题是我同样问过李太祥老师嘛就是说你都会期待说这样的地方有一个东西是出来的对是一个大的一个东西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东西的东西出来的但是我们看到好像缺少这样的东西对我觉得有人觉得我很奇怪我觉得他们才奇怪我们现在有很多电影可以看有小说可以可以读有文学作品什么都有但是就不会觉得说我们没有自己的音乐不会很奇怪反正我们有莫扎特有贝多芬好像生活还过得去但是不是这样子就像我们不能说小说我们有战争与和平有什么伟大的作品我们就不必有自己的作品但如果从你角度来看我因为音乐界有接触了很少就是说从事演奏的会多嘛哈或是说讲一个比较不好听的话就是说因为演奏它可能是如果在生活因为台湾面临这样一个经济社会里面他如果我没办法做去谋生的话我可以教是那在我是说作曲方面的人作曲方面的东西你们发觉这个部分哪边出了问题我想刚才您提的可能是比较实际的问题我想不考虑实际的问题一个艺术的创作它的产生应该是一个社会一个土地应该很自然对会有的那台湾为什么会没有因为基本上音乐这个艺术比较复杂它必须还是要有一些理论基础在里头那么可以说从上个世纪清朝一直到现在我们在这个音乐发展方面是在以西方为主体那么但是西方为主体的发展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说尽管现在他们的音乐不管多么精致他们都是从土地跟人民出来我们知道巴哈贝多芬莫扎特那个时代他们的身份都很低贱那他们的音乐呢都是这个社会这个文化所产生出来的那么我们的问题是说我们现在去接触这些音乐的时候他们已经发展到很精致了那么我们的音乐该怎么做就
产生一个从学来理论来指导的问题。所以台湾有很多音乐的作品，但是都是理论上的作品。嗯哼哼，这个理论上的作品，我个人不觉得它真的是我们台湾的音乐。对，你的意思是说跟生活或者跟这土地跟它的历史是无关的？是我觉得无关。不过同样问题就是，我们也想过，我们以前是年轻的时候也是蛮激动的，就问年纪比较大的作家，就是说整个中国分裂之后，这在1949年，我们讲经历了1949年这样一个大时代大变动，两个兄弟可能会变成仇人，或是怎么被区隔开，这样一个大变动，你们在整个世界的国家里面就是很少。可是我们同样找不到一个文学作品能够代表那样的世界，那样的作家。他们的回答是说，因为那是有禁忌的，可能会牵扯到所谓生命啊什么东西的那种东西，就是上面一个国家机器在控制一切这样。那你会不会觉得音乐跟这个是有关的？政治影响音乐绝对是有关的，所以我觉得全世界或古往今来无不如此，所以到我不认为说是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独特的问题，那但是这个观念就尤其在台湾来讲，因为尤其早年这个教育环境比较封闭啊，那国家也听信一些教育专家的看法，认为说音乐该怎么搞，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所以很多年以来，我们台湾的音乐并没有自己自生的，像李泰祥有很多歌曲，他这个歌曲绝对肯定是像舒伯特那个时代很有价值的音乐，可是他也不敢说他这个是艺术性很高的歌曲，他只说我这是不小心做的一些流行歌曲。对，我觉得还是那种感觉，不晓得是谦虚或者是对他这种领域的保护。我觉得这是一个成见，非常非常可怕的成见。所以现在这些当权的音乐家，现在他们又见风转舵，怎么样？可是我们不能够去忽略他们在他们那个时候那种很封闭的一种很狭隘的思想。所以我们现在做这个事情有很大的一个事情，叫做批判。这个批判的功能是先破而后立。什么叫破呢？我们用比较尖刻的评语去批评他们的作品，批评他们的观念，批评这整个环境，让他们的权威性降低，然后呢期待一些好的作品出来。那你在比如说你在，我想你刚刚讲的那种包袱我觉得懂，那个作为一个创作者，自己也蛮久了哈。其实不只是音乐，我想在文学上面也是一样，很多很多包袱。同样的，像我们去写一些歌词，人家提出来跟你讲一下，你都会觉得啊，那个时候是什么好玩的，什么，或是说啊，那是朋友害的，或是怎样，就是不敢去承认那样的东西是跟你有关的。那因为面对你这样的一个人，比如说 OK， 是很急着希望音乐走到一个途径的时候，你刚刚讲说用最严厉的东西批判，会不会给你这样批判过程会不会带给你很多？很多麻烦，对，不是麻烦就是压力啊，或是讨厌的事啊，这样。我基本上不怕压力，但是我怕麻烦。会有麻烦吗？会有麻烦。就是非理性的攻击啊。对，就是因为毕竟我们要去参与这个音乐环境，我们必须要去跟很多人合作活动。不管是办讲席或者怎么样，我们会受到一些抵制。这个是我比较困扰的。那压力的话，我想不会，因为我发现鼓励多于压力。用个最简单的话讲，你想要做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真正的目的啊，我想这是一个使命。我想一个音乐家他，你问他说你的目的是什么？要创作。创作干什么？我就是要创作。这是一个对自己的期望。那以我来说，我办杂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创作。那只是我认为说一个音乐这个事情它是一个环节啊，一个生态。那过去的教育认为说搞音乐你不是作曲就是演奏就是教书，他不晓得说一个音乐能够在社会里运行，它必须有很多种人，包括出版，包括传播，包括欣赏，它能够变成一个环流。那以我们做音乐杂志来说，这个环在这个生态里面是过去比较不被注重的一部分，那我们现在把它连起来，也可以感觉到那个血路啊，音乐乐坛的血路可以得到畅通。喜欢你刚刚讲的东西，就是其实帮创作者破除一种包袱也是一种贡献。但是我希望这样告诉你一句话，我常常最近跟年轻朋友讲，就是说这一代人都会过去的，这一代有包袱人都会过去的，未来世界是你们的。不过希望用这样的共勉，就当你们成为到一个创作的历程的时候，自己不要再把另外一种包袱扔到自己身上来，因为我觉得台湾这个问题蛮大的，就是革命者到最后变成保守的或是怎样的。其实我们都在期待说每一代
都有一些能抱持着理想或者执着的那种所谓的革命者。嗯嗯，期待是这样子。是，谢谢。好，谢谢。今天看到一个很干净的人。谢谢，谢谢。台湾念真情，跟大家来博感情。节目又到最后了，当我回顾今天播出的所有画面的时候，忽然间觉得自己好像在不经意中间走过台湾的某一段历史，以及目睹了台湾的未来。我们从林家花园，我们看到台湾已经消失的历史，可是我们看到一群人正用尽心力在重建那样的历史或者建筑，让我们的后下一代能够重新目睹历史阶段里面的某些记忆。而且我们看到二姐的朋友们他们怕已然淡化的或是慢慢消失的台湾某种情感的力量，所以他们用透过一个活动，希望把所有人的心重新再连接在一起。每个人都在努力的，而我们最后看到的杨宗恒先生也不意外，年纪很轻，可是他对台湾整个的严肃音乐或是整个其他音乐的那样的急切的希望他能有一个更辉煌或是更平坦的未来所付出的努力，让自己非常感动。感动的是他那么年轻，这样的感觉让我这样年纪的人的感受更深吧。或许你会说我保守，但是这样想好了，当今天我们翻开报纸看到都是股票崩盘，都是青少年犯罪，都是各种凶杀案层出不穷的时候，也许很多人在哀怜着台湾的未来，但我个人却一直相信着，透过媒体我们所看到的只是部分，而台湾因为还有存在一些人，他们在做一些我们期待的，但或许我们现在没有想到也没有能力去做的事情，是因为是有这些人，所以台湾的未来变成值得期待。而且请再骂我，我还是觉得他有希望而且光明。而台湾恋真情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故事，让我们知道这样的人或是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也期待各位朋友能告诉我们，好让我们把它告诉给所有人，让我们在看似又苦的年代里面能够有一些信心。这样讲好像整个节目的基调又拉到一个很奇怪的调子上面去了，算了，不跟各位讲这样了。我们期待下个礼拜再会，再会应该是快乐的吧，期待毕竟是一种乐观的事。 OK， 下个礼拜再见。